吃啊，吃到了吗？吃到了。小天鹅吃到，哎呦，这豆豆一般二太大了，否则你这一盒一下就扔光了，没得喂了。好吧。你看小天鹅，它咬整个的咬不进去的，所以你们要弄小。你看到吗？它咬不断的，对吧？弄小一点。好吧。快回看看妈妈。小天鹅，你看它的嘴巴是黑色的哈。哎。但没有那个好看。大了可能就好了。你看这只妈妈基本不吃的。爸爸好坏一直在吃，豆豆豆你掉下去，妈妈也吃的，没有爸爸吃的多吧？小天鹅呢？哎呀，弟弟你要一掰二，弟弟，你那么大小天鹅都吃不到。好了，蛋蛋你要控制一下弟弟，他瞎扔。嗯，没关系的，扔吧。你去那边，我在这边。这边有个建筑。小天鹅在下头。天鹅漂亮吗？你自个也讲 so cute 的呀？我没有。你先说的。没有。这小天鹅还一直叽叽叽叽叫。它的脚掌好大哦。小心豆豆，别掉下去。哎，那个小天鹅喜欢吃 cherry 哈。cherry 一咬就化了，可能。而且它正好对它的大小也非常好。妈妈。没了，喂光了，那就喂光了吧，喂光我们回家。嗯，下次再来好了，没关系。把弄弄小嘛，你还能多喂几次。爸爸来帮几个小鱼把掰小一块。来，掰小点来。让爸爸掰小一块一点。哎，你们不要跑到那边去。担心帽子风吹掉下去，还拿着，我帮你拿着，我帮你拿。好。掉下去。你们一起不是啊？不要抢啊！爸爸，爸爸真的大的。天上没有抢。看一看都掉，哎，都。在丫丫身上啊，呀，扔在他身上了吗？你看这个。
拜拜。我在那个。跟他们再见一下吧。拜拜，谢谢你。谢谢你。他们不会讲 thank you。Thank you。他们要说谢谢。我干嘛要谢他们呢？说没有了，你们可以走了。妈妈 take a picture。 你这是还给？有点冷啊，走吧，回家吧。